嗨，泰德，你在做什么呀？你要去放风筝吗？太酷了，那我们走吧。泰德，这个地方看起来真不错，你准备好放风筝了吗？真棒啊，看风筝飞得真高。泰德，你的风筝是黄色的菱形，看哪，泰德，还有一只风筝，这是红色的圆形。泰德，你还能看到天上其他的风筝吗？你找到了一只蓝色的三角形风筝。泰德，哪个风筝是红色的圆形呢？回答正确，这个是红色圆形风筝。哪个风筝是黄色的菱形呢？做得好，泰德，这个就是你的黄色菱形风筝。现在你能找到蓝色的三角形风筝吗？再找找看。找到了，蓝色的三角形风筝。今天我们一边学习形状和颜色，一边放风筝，真开心呀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泰德，你好呀。我们一起来装饰圣诞树，学习颜色好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绿色，蓝色，紫色，粉色，红色，Thank you.
橙色。黄色。太棒了，泰德，你的圣诞树真漂亮，今天你学到了好多颜色呀，一起总结下好吗？绿色，蓝色，紫色，粉色，红色，橙色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泰德，你好呀。今天你准备做什么呢？哦，你要拿这些水果来做水果沙拉呀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泰德，你摘到了苹果。完美，水果沙拉的第一个材料准备好啦。太棒了，这次是香蕉哦。哇哦，这个菠萝看起来很美味呢。橙子放在水果沙拉里一定漂亮极了。草莓，太棒了。水果沙拉就快做好了，泰德，你马上就能吃到了。泰德，你摘到了最上面的水果，是桃子。
太棒了，现在你可以享用水果沙拉了。我们来回顾下你摘到的水果好吗？苹果、香蕉、菠萝、橙子、草莓、桃子。太棒了，好好享用沙拉吧。